身为太后，佢掌握国家大权，心狠手辣，朝廷上下人人都对佢敬畏三分。作为一个寡妇，佢敢爱敢恨，冲破禁忌，同初恋情人相宿相妻，仲一齐管治个国家。至于母亲嘅角色，佢就做得更加出色，凭住佢严厉管教，将佢儿子培训成为贤能嘅国君。佢就系历史上著名嘅外族强人辽国太后萧燕燕。萧太后名卓，字燕燕，佢嘅家族萧氏世世代代都同辽国皇族结成儿女亲家，系地位显赫嘅契丹大贵族。公元969年，辽景宗册立萧燕燕为贵妃，冇几耐再升格为皇后，诞下皇子耶律隆绥，即系后嚟嘅辽圣宗皇帝。由于辽景宗体弱多病，即位之后也一直冇办法亲理朝政，所以萧燕燕就代夫治国，从此展开佢漫长嘅治国生涯。到公元983年，辽景宗驾崩，由只得12岁嘅小王子耶律隆绥继位。萧燕燕以皇太后嘅身份继续帮儿子临朝听政，支撑辽国基业。各位观众，历史几近都有10个权倾天下的女人，而家今集是第三集，今集的主角是辽国的太后萧燕燕。嗱，我哋上次记得第一集嘅时候已经讲，呢一个系列系孙仲要求，因为我哋历史评说节目讲咗30集，全部都系讲男性嘅，有败家皇帝，有最巴闭嘅皇帝，有权倾天下嘅大臣，于是好多观众或者在街道有时撞到啲朋友就会问我，喂毓敏，你究竟几时讲女人？咁于是我哋孙仲要求就梗係要讲啦，係咪？咁讲咩女人呢？有啲人话啊，讲啲后妃啦，係咪？但係我哋嗰个方向就係要讲啲有权有势嘅女人，或者权倾朝野、权倾天下，或者对当时嘅政治发生好大影响力嘅女人。咁於是你要揀10个出嚟呢，真係唔容易。但係唔容易，我哋都揀咗10个。而且越讲就越过瘾。嗱，我哋由后讲返上前，先讲慈禧太后，跟住讲孝庄皇太后，然后而家讲呢个辽国太后萧燕燕，哇，一集比一集好睇。嗱，我哋跟住要落嚟讲呢位又近又狼嘅萧太后嘅时候，即係大家就会可以感觉得到，哇，原来在那个时代竟然有些这么巴闭的女性的，是吧？比起武则天，老实说萧燕燕真是不遑多让。她是辽国宰相萧思温的女，小的时候就已经即是聪慧过人的了。根据这个脱脱的辽史后妃传，景宗睿智皇后萧氏的记载，就说这位萧燕燕早为思温常官诸女扫地，为后结除，岂若此女必能成家，帝即位选为贵妃，寻策为皇后，生圣宗。萧燕燕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聪慧过人，佢父亲萧思温曾经见过几个女喺度扫地，但系只有阿燕燕系最干净企嚟嘅。于是呢位冇乜大才能嘅宰相萧思温就好高兴咁讲：此女必能成家，成家就不等于成大器，成家就不等于能够治国。做到皇后，做父亲的萧思温就已经好高兴㗎喇。所以冇几耐辽景宗做皇帝，就选呢个萧燕燕做贵妃，跟住仲册封为皇后。萧燕燕可以做皇后，
相信他父亲萧思温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但是想不到这位皇后竟然可以权倾天下，甚至可以将他的仔调教成为辽国最贤能的国君。萧燕燕扫地干净企理，皇后都有得做，我们的曾荫权特首做清洁大队长，结果特首都有得做。其实萧燕燕不是只是识持家，她还识治国。萧燕燕做了皇后之后，辽景宗体弱多病，于是令到她可以掌握这个国家大权，个情况就同武则天非常之相似。武则天可以垂帘听政，就因为唐高宗患了风疹，于是他可以代这个唐高宗去听政。而这位萧皇后就因为辽景宗体弱多病，于是他就代这个辽景宗去治理个国家。根据这个叶龙礼涉丹国志卷六景宗孝成皇帝这一部分提到，迎上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帝卧床榻间拱手而已。意思非常之清楚啦，几乎所有嘅国家大事，包括对外用兵，都系由呢位皇后所决定。至于个皇帝辽景宗就瞓喺张床度拱手而已，皇帝就拱手而治，呢位皇后就实际掌握大权。呢位萧皇后不但之坑，而且狼死。嗱，辽景宗死咗之后，佢个仔辽圣宗就继位做皇帝，只系得12岁。萧皇后就变成萧皇太后，仍然系掌握呢个国家大权。根据呢个叶龙礼涉丹国志卷13景宗萧皇后嘅记载，就话后天性智隐，阴毒嗜杀，神机智略，善御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萧太后不但只坑，而且真系狼死，天性就嫉妒残忍，而且阴毒嗜杀，嗜好杀人，咁解好鍾意杀人。但系佢神机智略，即系话好有呢个智慧谋略，神机妙算，好厉害嘅一位皇太后。所以佢嘅左右，佢好善于驾驭佢啲大臣，于是佢啲左右，佢嘅大臣就为其效死力。讲到佢嘅残忍，就不得不提佢两位姐姐。萧燕燕的大姐就嫁了给这个齐王，就是齐王妃。齐王死了之后，他领兵30000，但是萧燕燕知道他想谋反，事实上他也都曾经试图去分裂这个辽国的政权。于是这位萧太后就派他去征伐这个塔坦，到最后仲要刺死。另外一个姐姐就嫁给这个赵王，这个姐姐又一样要作反，想毒死萧太后，结果又被萧太后所杀。两个家姐稍微想谋反就已经被她所杀，那你说她是不是好狼死呢？她不但只狼死，而且真是对于不同意见的人或者批评他的人，他是心狠手辣的。根据王庆的东都事略，有一句说话形容这位萧太后，我们就作为第一节的结束。怎样讲萧太后呢？他说这位萧太后有施以其丑者接杀之，有边个在背后议论他的丑事的，就俾佢
即刻俾呢、這个接，即系即刻俾佢杀，俾佢知道之后就接杀之。可见呢位萧太后既有治国嘅嗰种能力，但系对付异己亦都系心狠手辣。在萧太后掌权的时代，统治中原大地的北宋王朝一直念念不忘要由薛丹人手中抢回万里长城的所在地燕云十六州。面对这个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萧太后决心励精图治，搞好内政。在官僚制度上，她打破民族成见，对于有治国才能的汉人都委以重任。另外他又改善辽国的税收制度，致力发展农业和商业。在萧太后精心管理之下，辽国国势蒸蒸日上，成为盛极一时的塞外大帝国。在公元的983年，辽景宗逝世，他的仔耶律隆绥就继位做皇帝，是为辽圣宗，但是只得12岁。萧皇后就被尊为承天太后。由于个皇帝年幼，太后就要临朝称制。幼儿寡妇当国，而那些薛丹的宗室就蠢蠢欲动，真是危机四伏。不过这位萧太后神机智略，他找回他的旧情人来辅助幼主，辅助这一位皇太后来治理个国家。这个是千多年前发生在辽国的一个爱情故事。大家可以看看荧光幕这一段文字：萧后幼时常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父于萧氏，萧氏夺韩氏父以立之，生隆绥，即今老主也。耶律死，隆绥尚幼，习老位，萧后少寡，韩氏世典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乃思为德让曰：吾常许嫁子，愿孩够好，则幼主当国，亦孺子也。自是德让出入帷幕，无间言也。嗱，呢一段咁嘅记载，亦都讲得好清楚，就系呢位萧太后真是充满智略。原来他幼时曾经许配给韩德让，韩德让后来做到南枢密使，掌握这个军政大权。他幼时曾经许配给这位韩氏，但是他父亲萧思温就将他嫁入皇宫。所以这段记载就说，萧氏就夺韩氏父以立之，就生隆绥。他意思就是说，萧思温就是逼个女就嫁个皇帝，那时许配给个韩氏呢就不算数悔婚，那就是等于夺韩氏父啦。咁然后嫁入皇宫之后就生咗个仔，就叫做隆绥，就是、耶律隆绥，即係辽圣宗，即今老主也。嗱，呢度我又稍微说明一下，辽圣宗点解呢段记载里面叫老主呢？呢、这个老係汉人对辽人嘅贬称，如果你睇下元代嘅人写嘅历史呢，
即是关于辽国历史就不会用这些贬称的，但是汉人写就会、啊、所以叫做老主、啊、好了，到耶律死了之后，他的仔继位做皇帝，那这个萧太后呢就好惊，惊那些薛丹的宗室在那谋反，亦都惊这位韩德让手握大权，恐怕他会加害这一位幼主，想翻起是旧情人，于是就跟这位旧情人说，其实萧太后守寡的时候得30岁而已，他就跟这个旧情人说，就说我旧阵时曾经许配过给你，要嫁给你的，我怨孩旧好，大家重聚个旧情啊，即系翻翻你身边，系你翻翻我身边啊。咁佢系皇太后，梗系佢翻佢身边啦，系嘛？咁啊，幼主当国，佢即系你个仔咯，系嘛？玉子系都系你个仔咯，系嘛？咁于是呢位韩德让就出入啊呢、这个皇太后嘅帷幕啊。即是冇间断的同出同入，好像同居咁。嗱，啲薛丹人就比较开放啲，呢样嘢咧，即系史家就冇乜责怪嘅，系嘛？因为佢哋嗰个风俗习惯，佢哋嗰个价值观系咁。喂，如果用即系现代嗰个角度嚟睇，当然冇问题啦，系嘛？即系嗰阵时，即系可能啊，呢、这个几十年前啊。或者比较封闭啲嘅社会，即係喺现代嚟计，喺个农村社会都可能会出现一啲，就係话将个女呢逼个女嫁俾个有钱佬，係咪即係然后就悔婚，咁呢啲大家睇好多嗰啲长片都睇过啦，係咪？或者中国嘅传统戏曲类似呢啲咁嘅故事都非常之多。但係现代社会其实都有㗎，唔使逼啦，係咪即係话做老豆嘅话梗係希望个女嫁个大富之家，唔通嫁个穷鬼咩，係咪先。咁啊同个女讲说服个女就嫁个有钱佬。结果啊即係个有钱佬就死咗，佢就守寡，跟住呢个寡妇呢就控制呢个商业王国。咁啊搵返个旧情人，因为旧情人个才能即係啊欣赏佢嘅才能，可以帮助佢下即係管理呢一个商业嘅王国。咁呢啲老话讲，就算而家叫啲编剧写剧本，都分分钟可以照呢、这个啊萧太后嘅故事写一个现代版都仲得喎。但係呢位萧太后真係足智多谋。佢利用韩德让啦，佢同韩德让重偕旧好之后，仲要赐姓耶律，叫做耶律隆运啊，名都改埋啊。不但只是入幕之宾，连名都改埋改辽姓添，然后真係誓死效忠呢位萧太后。可见呢位萧太后真係嗰个政治谋略係好高嘅，係咪就保住个幼主，然后呢位韩德让即係改名叫做耶律隆运嘅呢个旧情人，真係死心塌地咁对呢个萧太后，帮佢清除这个所谓路障，清除那些统治的障碍。幼儿寡妇当国，辽国在辽景宗死了之后，辽圣宗做皇帝得12岁，那寡妇就30岁。有两大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韩德让，他世典君政，权在其手，这个障碍就凭着萧太后和韩德让即是过去的感情，现在可以重偕旧好，就消除了这个这样的障碍。而这个障碍消除了之后，还变成一种助力来去消除第二个障碍。这个第二个障碍就是辽国的诸王宗室。辽国的诸王宗室对于幼儿寡妇真是虎视眈眈。于是这位萧太后就利用韩德让。事实上韩德让
亦都系心甘情愿要为幼儿寡妇清除呢个障碍。根据叶龙礼嘅《薛丹国志》嘅记载，时诸王宗室200余人，拥兵扼政，迎报朝廷。后当朝衰久，言少援助，诸王子有志，内外震恐，龙运请于后，亦至大臣斥诸王各归帝，不得私相宴会，随机应变，夺其兵权。啊，真是好巧。嗱，韩德让就教呢个萧太后点样对付呢啲诸王宗室。嗱，当时诸王宗室有200多人，个个都拥有呢个兵权，同埋拥有嗰、那个即系政权，刑部朝廷满布喺个朝廷，200多人满布喺个朝廷，又拥兵又扼政，咁你话呢个幼儿寡妇系咪真系危机四伏呢？韩德让就教呢位萧太后，将呢一啲诸王宗室将佢分隔，嗱，将啲大臣就抑制，然后咧嗰啲诸王就各自归帝，去翻你自己个地方嗰度，去翻你自己个府邸，不得私相宴会，就不得私相即系联系啊，费事佢聚拥喺埋一齐，然后变成一种造反嘅力量。然后就随机应变，就夺其兵权，全靠呢一位旧情人韩德让帮手，才可以令到呢位萧太后就清除了她治国的第二大障碍。第一大障碍就是韩德让，韩德让后来障碍就变成助力，由于她的助力就令到第二大障碍的诸王宗室又可以清除，咁样佢先至可以即系专心去教导呢一位幼主，成为一位贤明嘅君主。萧太后同耶律隆云嘅爱情故事，虽然唔系话可歌可泣，但系都值得即系后世嘅史家即系写上一笔，而呢一笔唔系扁嘅一笔。嗱，喺薛丹人嚟讲，好似萧燕燕呢啲女子，跨越嗰个民族嘅藩篱，冲破呢个传统嘅禁忌，去同呢、这个即系耶律隆运重修旧好，旧情复炽，仲要住埋一齐，同出同入，而令到个仔对呢个耶律隆运父礼，嗱，呢个真系唔容易。萧太后同埋廖圣宗对呢一位耶律隆运，即系韩德让，系非常之爱护。嗱，根据叶龙礼嘅《薛丹国志》嘅记载，佢话隆运侄帝与太后祷告山川，召翻看名医诊事。朝夕不离左右，及君帝与后诸王公主以下并内外神僚祭服行丧，葬礼一衣承天皇后故事，灵柩将发，帝自挽舆车哭送，群臣泣间百余步乃止。韩德让有病，廖圣宗同萧太后要祷告山川，希望佢能够早沾密药，仲要遍寻或者召晒嗰啲翻汉名医嚟医治呢位韩德让，仲要朝夕不离左右。到呢个韩德让死啦，佢嘅丧礼要比照萧太后嘅丧礼。嗱，萧太后就1009年死。佢嘅情人韩德让，即系耶律隆运咧，就1011年死。当时廖圣宗都已经30出头，呢、这个皇帝已经掌握大权，但系对耶律隆运仍然系执父礼。耶律隆运嘅丧礼系比照成
天太后那个规模格式，皇帝送丧的时候还要哭送，要搞到群臣入间才停。可见这个辽圣宗是真心真意对待一位哎呀父亲。事实上耶律隆运对萧太后母子是有功的，而且这个真是一个权臣，是一个忠臣。权臣就是他有权，而且善于运用他的权力，忠臣就是他对皇帝和对萧太后都是忠心耿耿，而且他奠定了辽国和宋国那个和平的基础，宋辽之间和平共处都是靠这位耶律隆运。而萧太后和皇帝对耶律隆运亦都是后代，这一个这样的感情，这种这样的关系，似乎在汉人，在汉代汉人的王朝里面就真的见不到，难道真是礼失而求诸也？萧太后所管治的薛丹大帝国境内居住了大量汉族人民，所以塞外民族薛丹亦都慢慢吸收了汉人的先进文化。身为薛丹管治者的萧太后面对这种趋势，就采取开明的接纳态度。她提倡汉族的孝道思想，对于孝顺父母的人都大为表扬。另外她又革除薛丹族的不平等法律，改用汉族的法制理念，无论薛丹人抑或汉人犯罪都一视同仁咁治罪。呢啲管治策略令薛丹人同汉人能够和谐共处，萧太后本人嘅权势亦都更加稳固。萧太后系贤母，辽圣宗系孝子。我哋呢一节是讲一个贤母和孝子的故事。我想啲做母亲的看完我们这一集萧太后之后，可能对教仔都有些启发。辽圣宗还未真真正正掌握政权之前，即是说太后尚未归政的时候，二十几岁人呢不遇朝政，对朝政并不干预，安守他的本分，因为太后临朝称制还未归政，于是就众心玩乐，特别是喜欢去打猎，而一些即是拍马屁的那些谗臣围在他身边，就同佢即係去玩。呢个太后知道咗之后，对呢啲咁嘅所谓压邪之神就重格于重将，即係责罚，用棍嚟勾嘅。对个王爷，对呢一位皇帝一样係严加诘问。皇帝嘅妃嫔间唔中都会向太后打下小报告，讲下皇帝啲衰嘢，皇帝又会信，这个太后系信，然后又搵个皇帝嚟问。根据呢个元代人所写嘅《辽史》，其中一段讲呢个皇太后萧太后点样教仔嘅说话，佢话皇太后戒约前圣有言，欲不可纵，误以为天下主，持请田猎，万一有含缺之变，悉为余忧，其心戒之。
嗱，呢一段记载意思就系萧太后对呢个聊圣宗嘅训诫，就话以前啲圣人讲过，欲不可纵，纵欲就养恶，欲望咧系唔可以即系放纵嘅，纵欲养恶，姑息养奸，所以。你成日侍请田猎，成日去打猎，骑住只马去打猎，万一有含缺之变，呢、这个含缺之变，含缺就系个马嘅口含铁，同埋即系御马嘅工具，即系话人养马翻啊！成日咁去骑马，有机会会人养马翻。你身为一个皇帝，为天下主。你唔可以做呢啲嘢嘅。如果万一出现呢种人仰马翻嘅意外，你就会令到我好担忧。你一定要戒。有呢个严武，就出咗个孝子。廖圣宗系出名嘅孝子。喺公元嘅1009年，萧太后自知身体已经好虚弱，即系话。都已经是日落西散，虽然得57岁，于是他就归政给这个廖圣宗。在这个廖圣宗亲政后一个月，萧太后就死了。这个廖圣宗在他母亲过身之后，那个表现你就看得出，这一位薛丹主竟然给我们所谓汉人比当时的大汉的皇室表现出那种孝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看看荧光幕这一段文字，又是出自叶龙礼的薛丹国志里面的记载。他说亲政后方一月，太后暴崩，帝哀毁骨立，哭必呕血，翻看群臣上言，山陵已不宜改元。帝曰：改元吉礼也，居丧行吉，乃不孝子。群臣曰：古之帝王以日逆月而发古制。帝曰：薛丹主也，宁为古制，不为不孝之人。终制三年。这一段记载就是说，廖圣宗亲政之后一个月，萧太后就暴毙了，皇帝哀毁骨立，为了哀悼个母亲，仍烧骨立，而且是哭必呕血。无论是汉人的官或者薛丹的大臣，都劝这一位皇帝山陵已不宜改元，喂，丧事都办完噶啦，系嘛？你应该要改元，即系话改个年号，重新开始，因为正式亲政。但系廖圣宗就话改元，即系话我登基啦，我正正式式登基啦，系嘛？要改个年号啦，呢、这个系吉礼。是好事，是喜事来的。居丧行吉乃不孝子，我而家仲守紧母丧，你叫我去办喜事就属于不孝。啲大臣又劝佢啦，佢话古之帝王以日逆月而发古制，唉，唔好守三年之丧啦，古制就係以日逆月，係咪？即係月就当日，咁就唔使三年囉，係咪？但係廖圣宗就话我係薛丹之主，宁为古制，我唔需要守汉人嘅古制，我宁为古制就不为不孝之人，所以始终就係守三年之丧。嗱，由此可见喺严武底下出嘅呢位孝子，你话他对那个孝道那个体会和奉行这种孝道
那种精神是汉人远远不能及的。你可以说他古板，但是一个这样的炎武出一个这样的孝子，大家不要忘记廖圣宗是辽国200多年历史最伟大的一位君主，在他管治底下的辽国是一个盛世。个功劳是边个呢？史家就话辽国在辽圣宗的时代可以是一个盛世，个功劳就是萧太后。萧太后当权期间，宋辽两国曾经爆发激战。公元986年，宋太宗皇帝为了要抢回燕云十六州，于是派大军进攻辽国。萧太后马上换衣颜色，亲自赶到前线部署军队，结果重创宋军，将杨家大将杨业歼灭。从此宋朝再无力威胁辽国边境。到公元1004年，萧太后率领大军攻打北宋，洗如破竹，杀到去距离开封冇几远的善渊。宋真宗皇帝唯有御驾亲征，令宋军士气恢复。洞悉形势的萧太后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于是同宋人达成和议，规定宋朝每年向辽国进贡捐20万匹同10万2银。由于呢次和议是在善渊举行，所以史称善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百几年来都和平共处，再没有开战。公元1009年11月，萧太后将朝政大权交返给儿子廖圣宗。一个月之后，统治辽国长达41年的萧燕燕病逝，享年57岁。在中国历史上，女主临朝讲近的有个武则天，有个萧太后。武则天和萧太后都是又坑又浪，但是他两个人的下场都不一样。虽然都是得到善终，一个是郁郁而终。郁郁而终到母仔送终，然后到最后是只不过希望同个丈夫唐高宗撞埋喺一起。呢、这个就係武则天。因为佢啲仔杀嘅杀，走嘅走，为咗要做皇帝，将呢个唐朝嘅宗室子弟全部杀晒，自己嘅仔一样杀。所以有其中一个太子叫做李贤，就写咗黄台瓜词，有黄台之瓜，何堪在泽之恨。李贤竟然是一个等死的太子，这个是武则天。但是萧太后就不同，这一位贤母教了个孝子，这个孝子后来成为一个明君，成为辽国200多年历史最伟大的一位君主。而萧太后57岁就死了，她有善终，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做了3集了，连埋这集，我们都经常保持最高警觉，不要有性别歧视。所以我不会说萧太后是杰出的女政治家，我又不会说萧太后是一个政治女强人，因为这样的话就真的有少少性别歧视。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但是是一位
悲伤的母亲，是一位狠心的母亲。这个就是萧太后和武则天最大的分别，她相同的地方都是因为老公有病，跟着她可以垂帘听政，然后跟着大权独立。萧太后大权独立到最后都是将政权交回给个仔，所以史家历史学者对萧太后的评价就相当高，元朝的丞相脱脱做主编的辽史后妃传里面讲这个景宗睿智皇后萧氏的这个部分，有几句说话对这位萧太后可算是评价极高。这几句说话就是说，后明达至道，民善必从，故群臣咸揭其中，集之君政，禅渊之役，亲御戎居，指挥三军，想佛顺命，将士用命，圣宗清辽圣主，后教训为多。嗱，呢一段对萧太后的评价就是讲咩呢？就是话呢一位萧太后明达至道，对于至道是好通达，有民善必从，即系听到好嘢就一定会从善如流。于是咧，啲大臣对佢咧就尽忠。另外一方面，亦都集之君政。在这个对宋的禅渊一役，他可以指挥三军，而令到这个将士用命。所以后世的人说这个辽圣宗是圣主，是盛世的君主，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萧太后，得到这个萧太后的教训。萧太后的下场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很清楚啦，这个是她应得的，是吗？母贤子孝，跟着又得到善终。这一集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即使是一个男性的父权社会，出了好像这些权倾天下的女性，但是他一样是可以头顶半边天，他只要明达至道，民善必从，那就跟那些男性的明君没什么本质上面的分别。当然在辽国是契丹人，对中国汉族而言这个是外族，这些驰骋草原的外族本身就是崇尚自然，比较开放，不会墨守成规。而我们汉人的王朝很多时就被一些即是僵硬的制度所规范，但是很多时又讲一套做一套。但是萧太后这一位女子，这一位权倾天下的女子，事实上即是说亦都是中国历史上好值得歌颂的一位伟大的母亲和杰出的政治家。